叛徒申公豹因截角群魔围攻昆仑，玉虚宫以为妖分笼罩，情势危急，十二金仙及门下众弟子集结听令。你就是那昆仑玉塔转生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？天尊正在闭关，玉虚宫中守备空虚，情况危急，急需可靠的战力。天书感应到你的到来，封印的力量在慢慢减弱。六甲天书已被封印千年，如今玉虚祖庭有难，我欲启用天书破敌。申公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投靠左道，攻打玉虚祖庭！少废话，快把六甲天书交出来！截教千秋大业，岂能被你阻拦？快把六甲天书的残页追回，防止禁书外传。群魔扫荡瑶池，掳走了我们许多姐妹，银霜落在重侯虎手中，已被吸尽。啊！重侯坠入魔道，狂化为虎，战力惊人，仙君要小心。六甲天书似乎能化解困住仙姬的妖气。点击出战，可以大幅提升战力，并且解锁强力附体。我本想出手营救，竟被你抢了先。也好，小兔子就交给你了。心怀冒充我的样子，骗开宫门，引群魔笑笑在此撒野。好仙君，让我助您一臂之力。使用附体技能，可以造成巨额伤害。快，抓住他！我必须赶往内殿，懒得和你们纠缠。外敌已退，师尊出关，你快上前与他相见吧。天德纯，孰乃尊？集齐了，赶紧打开六甲天书。万机神，点击解锁，激活新功能，挑战专属首领，可获得稀有法宝。点击前往。待你集齐天书，当熟读经思，照章修炼，方可得其奥妙。群魔藏匿于山中，你带上哮天犬，定要将那外道邪魔铲除干净。
夹龙山飞云洞，先进技能可以自动释放。听闻祖庭有难，点击打开界面，不敢来救援。点击这里，点击关闭。哪里走？吾乃眉山元红，把六甲天书交出来。这一棒定要你粉身碎骨。恶毒的时机偷袭了我们的家园，要小心他身上。请您挑选坐骑前往瑶池，救我姐妹于水火。你们这些所谓的仙姬，如今不过是我的阶下囚而已，没想到一块小小的天书碎片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奉有先天符命的昆仑玉胎到底有何神异之处。你乃昆仑玉胎转生，奉有先天符命，然而良仆未抛，终究前途不明。那传说中的王者难道就是你？哦，刚才那狐女好生美丽，我也想跟漂亮的小姐姐说上几句。好一个昆仑玉胎，还妄想救下仙姬，等杀了你，六甲天书就是我的了。仙君，奴奴萧公被石矶抓走后沾染魔气，只能凭借六甲天书压制，希望仙君能带上萧公，我一定会好好辅助仙君的。姐妹们都被关在了海外九龙岛之上，挑战九龙岛，还望仙君上山相救。你的战力很高，点击继续挑战吧。